他都啊，那讲一切一节课的，有啊，中华民国，啊，我来问作为一个问题，挺简单的问题，中华民国跟台湾有什么不同？你捌想过？中华民国跟台湾有什么不同？哦，中华民国跟台湾有什么不同？你来讲，什么规定？啊？升高二。 升高二，我你讲话没有？我其他我来不要紧哦，我来跟你笑，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你认为相同啦？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嘛，对不对？你台没有关系啊，都不要紧啊，你台的都安尼嘛，啊你今嘛到大二嘛，中华民国跟台湾有什么不同？啊是一样，你干嘛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，你台的是不是一样吗？ 啊，各位，中华民国跟台湾有什么关系？起码，起码刚刚再来这个，那大山的，哦，你大山嘛，那有什么不一样，是不？中华民国是，台湾政府，台湾是现在是个地，一个地名，所以你的意见是中华民国不是台湾的，啊，大二也要了，是不是讲大二？也就是很大啊，基本上很大二，哎，大二，你表示。 中华民国台湾什么关系？无关系，关于考试零分的，然后考的考试零分的，啊，另外考试一百分的。中华民国跟台湾没有关系。啊，然后严格来讲哦，中华民国跟台湾的关系是啥？占领关系啦。啊，这个占领，中华民国这个占领台湾的法律的来源是什么？ 你来占领啊！你中华民国第中华民国，伊如果怕台湾嘛，对不对？我台湾有讲嘛，征服嘛，伊来征服台湾，有建台湾，啊，伊就无啊，东西建台湾啊，是啥物啦？是美国嘛，啊，是叫国立来讲美国来占领台湾，啊，变做中华民国来占领台湾，啊，伊他的法律基础在哪里？我占领台湾的法律基础在哪里？我各位讲，1945年9月2号。 马哈萨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1号规定的第2条来讲，派遣蒋介石，不是中华民国，派遣蒋介石到台湾来接受日本投降，代表明军呐、啊、来接受日本投降，啊，所以今日中华民国以及台湾的法源法律的来源，就是一般命令第1号的第2条。 好，啊！你美国足奇怪呢，啊！你中华民国你占领，啊！你台湾人足讨厌中华民国，你若歹家关照，你有安尼想无？我想有真侪人安尼想。啊！你中华民国，你甲占领台湾，各位，你会记一句话哦，嘿，即马我要讲的即句话，你只是人拢爱记，你咧读个内底，占领不移转主权，对，建军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可以。 你占领嘛，你也跟他占领，但是占领不移转主权，你记得哦。什么叫做移转主权？举例来讲啊，我跟你占领，我袂当跟你征兵啊，袂当叫你台湾人去做兵，这不合法的啦。占领不移转主权啊，在座可能我袂做兵啊，但是我这老伙仔拢捌做兵。 2000年14年里面做兵啦，啊，你们做兵的工程是谁？是谁？我甲各位讲，台湾民进路啦。这台湾民进路是3年前开始甲美国检举啦，甲检举啥？你中华民国竟然叫台湾人去做兵？你中华民国是台湾是怎样的职务命令呢？你哪能叫我去做兵？ 所以中华民国虽然中国有1000多颗子那个飞弹啊，向准这个台湾啊，啊，当然兵力就少，啊，讲2014年被变做征兵制了，你有听过这个话无？所以在座各位我拢免做兵啊，啊，这是原因是对，原因在哪里？我讲一句话，占领不移转主权。 其实啊，较巧，你也甲我倒问啊。啊，你已经做过兵了，咩啊嘛？
你要占领会议的主席，你看你在这边那边呢、啊，这边边呢、啊，全国我都挤，对吧？偷挤呢，哪算偷挤？逼迫呢？你不爱陪呢？所以美国就这样就惊，惊一个租金呢？奥巴马真惊呢？我不是头一摆听安安尼讲呢？美国足侪人咧，含我讲讲安尼讲呢？奥巴马这样真惊咱呢？惊啥？台湾民政府？台湾民政府是不是合法？你在做坐伫遮，你恁当时恁老爸老母叫你来去坐时阵，你未烦恼吗？台湾民政府，恁老爸老母咧参加台湾民政府的讲习，会向你来哭哦，来用衬衫哦，对无？对无？绝对变，什么变？中华民国的内政部啊，已经给你一个保身符啦。一张保身符哦，你那边海外的当好人啦。中华民国的内政部一个公文告诉我们说啊，台湾民政府不是非法组织啦。他已经，变成你进入都不是非法组织，啊，无你去台北市警察所在那个规定进政府快在哦。啊，用你的名字开一个什么什么政府咖啡厅看一下无？你若说你用民政府咖啡厅，现在用城政府咖啡厅，爱看一下，看一通无？各位，这是完全照建立法来啦。因为台湾要不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土地，所以以2006年10月24号，咱国民党到我们碰到。美国判决三点哦，你听清楚哦。哎，你若听听哦，去你学校的时候，你会变你校内的特殊英雄呢。大家听到你哦，你讲起来，你看我都拢冇听过啊，唔捌听过啊，你是变做学生的领袖啊。所以我来各位在座，恁十三个我给你保证，你渐渐渐渐，以恁的同学来讲，会变成领袖的领袖人物的。美国报告了，台湾人没有国籍。哦，当然南国国籍了。什么无国籍？因为1952年2月，日本进入无台无籍啊。都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将台湾人的日本国籍取消了，而且这违法，这违什么法？违法违人权公约15条之1到15条之2，第三。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爱有国籍啦，你就是犯罪，你的国籍还是不能取消的。所以美国话你已经跟你讲，咱台湾人无国籍，第二点以后台湾人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。所以中华民国政府不是咱的政府啦，民政府将来这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啦，按照国际法。啊，这国际法来对公这台湾民政府是边啊组织，就是占领当地的老百姓，自己可以组织民政府这个组织的。民政府就是 civil government， 有没有例子？有，这是惯例法。伊拉克、美国跟英国跟见面，你走进伊拉克民政府，琉球、美国跟见面跟托管，你走进。琉球民政府，菲律宾，美国的将领，伊组织菲律宾民政府；关岛组织关岛民政府。因为战争而被占领的领土的老百姓可以自己组织民政府，有没有判例？有判例。1853年，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 ，Close 对 Harrison 对 Close 的判例一个。和平条约生效不表示军事政府结束，表清楚，和平条约生效不表示军事政府结束，军事政府如何要结束，应该由参议院通过相关法律，或者由总统宣布。有金山和平条约生效，美国军事政府到今日还未宣布结束，是安怎？因为美国总统、美国的参议还未宣布。所以今天这个土地，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在领下的土地。各位，你们听一条无？
所以今日台湾这个桃园啊，照正常话，台湾人爱啊，暂时 temporary 拿美国的军事政府的护照，形同美国的国民、非公民。所以那边话题，那个美国那个《台湾民政府公民权利法案》哦，收我单专台湾的人，但是跟民党打个问题，答案是不可以。台湾很主席标明说，那人有几个人？2300万。其实，那本土台湾人，那 people of 台湾的人有几个？我估计啊吼，差不多1900万，还有400万是中国人。啊，搁一个问题，甲你请教哦，你问哦，甲你考啦。美国人呐，甲台湾人结婚，伊个囝是啥物人？美国人有国籍嘛？哈，美国人跟台湾人，台湾人无国籍嘛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美国人有国籍的人跟一个没有国籍的人结婚，伊个孩子是啥物人？美国籍嘛，先看看嘛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我先告你哦。中国人，那无国籍的人结婚，伊囝是啥物人？中国人。问题来哦，中国人跟台湾人结婚，伊囝是啥物人？中国人。所以我常咧讲哦，你若要结婚哦，你头先爱想清楚，唔通乌白结的，分乌白结我紧哦，分袂当乌白结的。有真济人听着我讲这，惊一跳呢。伊讲嗨啦，啊，阮家的阮阿姑是叫做中国人呢，安尼要安怎？不要紧，公民权利法案有说。虽然是变成中国人，但是伊即马到伫台湾经过两年，可以取得台湾的居留权了后啊，变成公民。唔，两年以后啊，一生爱摕着国迄个居民啦，啊，落来变成公民。甲美国移民同款，你拄拄移民去美国的时阵，马上会当摕着美国公民吗 ？No， 可能要经过个几年呢。马英九是倒边啦，很主席。讲美国人是就是官员啦。马英九有没有绿卡还是公民？都无人知。两千零八年选举的时阵哦，好报到差哦，民进党差哦，讲马英九安怎是公民啊，还是绿卡有啊，有差无？都没有人行动啊，也无人去甲告啊。迄个时阵啊，敢有一个人甲告尔啦，得到答案啦，你讲迄个人啥物啦？在下就是我。敢我甲告尔啦，我甲告的美国惊着呢，是啥物派人来甲我讲啊？只有你转播呢，有足多人咧看呢。美国 CIA 甲我讲，林前卖不过啊啦。我甲你讲实在话啦，美国当时是为加拿大的多伦多离境，伊那边为多伦多离境，因为伫法律上来看，马英九现主席的绿卡要伫美国境内，因为美国规定讲，取得绿卡2年半加1天。就让美变成美国公民，但是咱在座各位啊，唔免遐艰苦啦。咱若摕着美国的公民权利，迄个国民身份证以后啊，美国已经甲咱讲，伊讲啥？凡是拿着我们民政府的公民身份证的这边的人，唔免 interview。你听好哦，最近中华民国嘛，咱这个节目。真济人伫看，包括中华民国派人专人伫看，我有证据呢。所以每一班咱来去这个节目内底，咱的研习班人宣布哦，他们马上就跟这边在跟上。伊讲中华民国护照满面签证，我甲各位讲，绝对不可能。我比较强调，绝对不可能。伊美国有关单位甲讲，最近3个月内底，中华民国假的护照400几份，拢是中国人摕。美国有关单位佫甲我讲哦，伊讲即句话，当然我是唔敢讲要向外口公开评论中来咧写。伊讲哦，你甲大家人讲，哪里摕你台湾平民民政府的公民身份证的人，不必签证直接进到美国，
你有驚到？我有驚到。哦，我幹幹幹幹，結果我敢宣布啦。意思啦，咱現在公民身份證不是在台灣做哦，是美國有關單位幫我們製作哦，裡面有 IC 版哦，完全配合美國的入關的那個卡片，那個 IC 直接可以就讀的深讀哦。啊，哪去一天到的時候，台灣人跟美國人有什麼差別？只能不能投票而已啦，其他都同款。啊，是怎啊？美國要對台灣人才好，不是對台灣人好啦，是因為台灣人見輸於嘛，叫打敗嘛，啊，打敗戰爭我來就規定嘛，規定這樣，戰敗人愛受伊賤命的人来保护嘛，所以美国有义务保护台湾是一定的呢，不是讲伊对台湾人特别好呢，伊对台湾人无好，尤其是麦克阿瑟对台湾是气到要死，是安那气到要死？我甲你讲一个故事。麦克阿瑟是1941年12月8号迄一天啊，12月7号是偷袭珍珠港那个，奇袭珍珠港啊，12月8号啊。伊伫克拉克空军基地做训练呐，迄间个套餐讲头压在地方，讲一百几架迄个零式战斗机啊，伫个克拉克基地啊，伫个轰炸，百外架飞机叫歼灭，全部歼灭。伫美国个快个迄个历史内面，头一摆有部队叫对方完全歼灭，就是麦克阿瑟。麦克阿瑟头压在讲，啊是迄飞机飞出来，伊保安讲从台湾。高雄机场飞过来，又那有可能飞啊远啊？零式战斗机啊，足轻的，也足侪油的，飞足远的。但是零式战斗机啊，没有抵抗能力，轻轻啪的就穿过去了。所以飞行员死亡的机会足低。所以咱台湾人到今日为止啦，美国。美国国防部、美国的国务院，要过一部分的人对台湾人非常的气，恨台湾人。台湾人戆戆嘛，做到要死嘛，人叫你做兵你就做兵，叫你浇水你就浇水。啊，因为无怪啊，迄就敢若我头先甲各位讲的，迄、那个蚂蚁内底，迄、那个红蚂蚁叫做汉蚁 ，polio gas 这个蚂蚁。对迄个山蚁啊，从山蚁拢刣，敢若是把刣台湾人同款杀掉，啊，从伊遐个囡仔甲抱去伊个树内底，啊，伊身躯顶只用迄个山蚁个体液甲挂伫伊家己身躯内底，好遐伊遐后代，我叫是讲伊是伊个老母个，台湾人同款啊，二八精英互刣了尾啊，啊，剩个只人惊死个，大家讲是讲，哇，对咱台湾，中国人对台湾真好啊，只要讲对台湾真好。蒋经国是不是十大建设，大家就歌功颂德；蒋介石讲什么什么伟业，大家歌功颂德。然后呢，他那种是个毛毛东西啊。但是那蚂蚁的世界是完全的一样，这人台湾经历，台湾人的情形就是这样。只不过是有些中国人用道了洗了台湾人见到来洗个情形天了。所以恁今日爸母会叫恁来上这个课，我感觉非常聪明啊！今日在座13个，我希望恁13个后摆当变作恁这代内底台湾的精英啊！恁能看你未起啊？你绝对会当做台湾精英，因为你比别人搁较早来知影这个论述，知影这个价值。所以我们对各位有期望，欢迎参加。虽然12个、13个。咱嘛是真认真，因为这12个会当变成100个，会当变成1200人、12000人。各位很年轻啊，你们有机会啊。当然，你若等于好好，很难讲的时候，人家讲你可爱还是笑的，我不骗你呢，你讲你是可爱还是笑的。但是呢，你免烦恼，你拿出证据给伊看，什么证据？咱上回最后一天有一本册《新台湾论》，我希望恁这本册恁拢把读到清清楚楚。恁去网上、去 Facebook，
所有的王进去跟人家谈论，跟人家辩论，我鼓励各位。啊，若无台湾这块土地，无法度解救啊！国民党的教育，你甲想看卖，民进党会当来解救咱台湾人无？咱想看卖，民进党党章第一条讲啥？民进党党，那你讲，你我相信你们还没有加入民进党，我唔知啊。但是即卖民进党报告嘛遮多啊，中国国民党不用讲。你马上就知影讲，中国国民党头前迄两字叫啥？中国就是那边的嘛，百分之百嘛。伊是台湾国民，中国国民党，你看到刚才中国人。啊，但是民进党是不是台湾人？不是。民进党党章第一条，伊讲哦，我们叫做中，咱的国名叫做中华民国，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啊，洪建明边来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台湾的情况，台湾的地位都搞不清楚，边地边来解救台湾，我讲你，你要来解救，你解救台湾有方法，就是用咱的方，用法的法律。你看，反正一个美国，美国惊着啊，法官讲台湾人无国籍，台湾人无进入，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。咱即马是生活在政治炼狱，咱跟那山蚂蚁同款呢，那红蚂蚁在控制咱的思想呢。在中国人在控制咱的思想呢。啊，咱既然是山蚂蚁，咱免咱扛遐红蚂蚁战斗。伊天气比你较大，伊较有钱，伊的有钱，唔是伊家己的钱呢。伊的钱为倒来，为台湾来啊，甲你没收，甲你压吧。日本时代所有迄个国家的迄个货车，拢总变作国民党的单东西，所以伊每一票等于几千块甲你买。以前你买台湾人哦，到底是台湾吃台湾人的豆腐嘞，一票五百块，给你买到嘞。啊，佮较早的时阵，时间五百块嘞，一包粉就买就倒来。啊，即摆偌济，三千到五千。啊，你当国民党伊偌济东山好好开啦，所以台湾人看偌好行就好。敢若企业中国民党遮的钱哦，喺全世界哦，无人亲像台湾人遮尔啊戆，遮尔啊调皮嘞。咱的爸母甲恁囡仔讲，啊，囡仔人有福伊无伊无趣啦。敢若袂是讲咱有去搬饭好食，会当活下安就好啦。啊，别人死不要紧啦。好，用咱观念来改变。所以我再三甲各位讲，恁来上这个课，恁来可以看台湾民政的网站。台湾民政府的网站，还可以看新闻，所谓。你若每一篇文章你我都读，而且我都来讲，我甲各位保证，大家拢会变成台湾最伟大的精英。民政府到今日为止训练的人有偌济？咱是想讲，甲年底以前爱训练四千到五千嘛，因为咱要接建款，向啥物人接建款？向 USMG， 啥物话叫做 USMG？ 咱来手把手，什么叫 USMG？哎，啊，有人知无？即在学生有人知无 ？USMG 啊，就是 United States，M 就是 military， 就是军事 ，G 就是 government，US 美国军事政府，台湾民政府的相对面就是美国军事政府。今日因为台湾建书，台湾这个土地跟我美国分属进步见面，所以咱没用中华民国条件。我们不必向中华民国挑战，所以过去民进党叫大家人去行街头，你有去行街头无？北区的你行去外方啊？你有没去走过街头？我无，我恁行好啦。我以前行啊，脚都快断了。行街头敢有效？无效嘛，行嘛。那个行街头是向什么人抗议？中华民国嘛。啊！中华民国都无台湾这个土地，你该抗议无效嘛？啊，讲民进党讲咱台湾无够合作，你捌有手牵手，你有去手牵手啊？有个人举手，无你拢无的吼。啊，恁无去的时阵，都要两三百万人去手牵手。台湾人有合作无？足合作的呢。台湾人有够合作，台湾人有够团结，好用对啊！就这样，所以四五十天。
台湾人要独立无可能。其实民进党还是台独联盟，伊只头个在不在？我甲你讲，百分之百足清楚。伊去笑讲，恁这联盟人提前给我开，他们台湾要进入联合国，被驻联甲反联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反联是反什么联？反就是斗争嘛。台湾本来跟我是联合国来的，没有嘛。但是报道跟你想想，台湾在1972年退出联合国，你有看到这篇报道有无？有没有？台湾退出联合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当然不对嘛，讲嘛。台湾从来没有加入联合国，怎么退啊？是谁在联合国被赶走？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华民国嘛。啊，一个被反联，还被驻联。台湾还不是国家，怎么入联？联合国，你看那个国，你管得怎样嘛？必须为国家才可以进入联合国嘛，对不对？这么简单的事，台湾人看无。那对台独的安尼甲你骗，甲你无反，大家是拼命超前。我爱台湾，爱台湾。我所讲的上面人。包括电视台，对方任何人都可以，跟我所讲的哦，那刚刚我也讲错，都可以反驳。我让你来，没有人能够反驳我所讲的每一件事情。台湾既然不能入联，也不能反联，厦门民事要说怕写联合国促进会，叫大家听，大家听，骗局啦！国家提钱，有效无效啊？国家提钱，哦，较紧啊！大家老板给我提钱啊，提钱提嘞，我飞去迄个纽约啊，去佚佗一阵嘞，啊，飞到倒来。每天都在玩这种游戏，每年也是在玩这个游戏，啊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啊，当然就是这来这拖来这洗，啊，遐洗都洗袂落。我当时想到这番经验，我真的很难过的。我问你嘞，什么叫做 Q 级转运站的？捡垃圾袋，捡那个什么，捡破烂，啊，捡那个人家拎不出来那个回来的吧？你 Q 级做的人，你才看到讲，不是台湾人的 Q 级做的吧？所有 Q 级做的都是台湾人。中国人都没有，你别乱谈嘛。刚真正台湾人无怕，无够怕命，唔免啊。遐老外做兵，讲伊保卫台湾，讲背景因为他们的保护，所以台湾才不会被中国侵略。派谁保护台湾的第七舰队是中国人保护台湾的，不是中国人诶。所以遐老外有什么好？有什么要领这钱诶？迄个权利啦，伊即摆一个月领13500，以前啊，但你话唔知佫寄偌济啊？你知影伊看面拢免钱无？台湾的劳碌民一个月3500块领袂出，领袂交文呐。伊若看面就随便拢做，台湾人迄个命足无值嘞。我希望在座这13位啊，爱用改救台湾。人民哦，当作咱自己的责任啊，没有办法逃避。所以你的责任咩啊？你等你好好的说，有时间干嘛？同学你帮下，拜托你去看他的班长，你请他去看。你呢？不会在那边，你最好一天去本钱，你去变外号，你去变你去看。你就知影讲，我咧讲，我到底是讲啥？因为我相信你上这个三天的课啊，你会得到很多很多东西，将你的思想，过去不对的思想彻底改变。但是我没强制的加于你，加在你的头上。你当他反驳，没有问题。你当他问我说的怎样？啊，台湾即摆很主席。那叫我跟你讲安尼，你会甲我讲，较无变嘛？
袂当选，因为是中华民国的总统。蔡英文会调啊，在座可能有投票权的，可能有人有啊，我一半拢有投票权。也许是头一次，这一辈子头一次的投票权。但是我要跟你讲，你唔免去投票，你嘛无投票的迄个义务啦。啥啊？你唔免选中华民国总统，你老咧选中台湾的总统啊？那不是。即摆拢会甲你骗啊！马英九嘛咧讲，马英九甲西奥的居民手阿咧讲啊，我是来自台湾的总统，你是讲伊台湾总统，选举也讲来讲中华民国总统，你甲西奥的阿手啊，我是来自台湾的总统。蔡英文伫电视广告最后的第二句话，伊讲我是台湾人。这句话是要甲你讲，要洗咱台湾人的脑，要甲大家讲，我是台湾人，你不要爱邓福华。No， 你民进党党章第一条，讲咱的国名叫做中华民国，是主权独立国家，咱就袂当邓福华。我请问你，中国人甲中华民国人有无同款哦？你不一样，完全一样，我叫做中国人，中国就是中国嘛。啊、中华民国嘛是叫做中国嘛，干不是？占领不依人主权，我不该讲是一句话厉害的。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，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。西藏的达赖喇嘛，伊是流亡政府，伊那伫印度，那印度宣布讲，我已经变成国家，爱啥无？当然袂使。那什么？那什么人讲款？索马利，哎不，这位哎索嘛，索马利的，不是，科索沃对我宣布独立，但是被殖民人联合国会赛了，美国甲新疆可以，科索沃你已经变成国家会赛，但是有一个国家甲讲嘛，小弟，你科索沃。你建立的国家是在我索马利亚的土地上面。巴黎，索马利亚，索马利亚的土地上面。那有人讲在别人的土地顶面宣布讲伊建立国家，所以来讲，伊要科索沃要殖民，你认为有可能吗？绝对不可能。我讲一个，100%。第二啦，科索沃去甲索马利，我跟你买土地啦，我跟你买土地。塞尔维亚，太子，我讲错了，塞尔维亚，我们就相当的。塞尔维亚的土地啦，那有人讲伫别人的土地宣布讲我甲你变成国家，所以你中华民国要伫台湾这个土地宣布讲你变成国家。绝对不可能啊，所以在体制内，马英九蔡英文都在体制内，请动川总统你要来变动自己的国家，绝对不可能，100%，不是99%，100%。所以咱下面底下的生计是什么？咱若有法度，台湾人有法度鼓励一半以上的人卖去投票，咱就会当有资格甲全世界讲。我们台湾人自己要选台湾人自己的总统，但是咱我到他服务前为止，我看还是难。2300万内底，咱这台湾人1900万内底，即马咱咧想咧，咱年底上一个4-5千个呀，4-5千离开1900万就远咧。但是虽然咱知影讲有很长的道路要走。但是咱嘛是感觉讲，咱来行。咱若无行，像我甲迄个资源商蔡博士，咱只闲个，阮若无行，你甲你迄代，我较无可能行啦。我们没有一个起步。阮若伫阮即个时代，阮要互4-5千人知影，甲你个时代，互4-50万人知影，讲恁过迄代，
四五百万人知影，台湾有一天就建立咱台湾家己本身台湾人的国家。啊，若无有这两个国际法甲你堵掉的，证明不依转主权，流亡政府不可以就义合法。所以，你今日来这上课，特别讲吼，我也很感动。你比你的对你的北部啊，我是质疑，我最高的崇敬和敬意。因为吼，你这款的时代来滴，我都来突破他本来这种旧的思维，那来打击这个完全不同领域，好难抗六十几年的这个时代吼。你这块的观念哦，不容易的。你的父母今天能够让你来这里，坐在这里，真的不容易。我本来真的不容易，因为北部经历的，不容易，真的是我说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台湾，他今天危机，但是台湾有希望哦。我来讲一讲，100%我们会完成。今年的12月24号，他们举办10万人的大会。你叫美国人，美国人在遐，美国国会，美国国会派人来遐坐，10万人甲伊讲，我台湾人，不做台湾人，无咧选举，请你停止这一次的选举，流亡政府的选举。啊，若甲人靠安全主席，这个受训的四五百个人，有法度啊，有法度。嘛是同款爱靠在座各位啦，你知影十二个，来，你是学生啊。你们都会网络啦，我这代吼有真侪人未晓，但是好加在我两个人是真好用电脑，也许比你强。我所写的是我家己拍字、家己编的，自己编排。但是恁的网络，你们的 Facebook， 你们 MSN 拍字拢速度拢比我紧，但恁编排有一点可能不一定像我们这么棒，但你们在做很多高手，但是恁的传播很快。我知道你是来自不一样的大学，你好，那些有那个 BBS 学校的网络网站，学校那不会有，不会的学校没有自己的 BBS 的网，没有自己的网站的网，那不好好我自己的网站你敢去玩吗？弄不嘛，好弄不嘛，对呀、啊，你们勇敢的抛出问题，他们当然讨论。我会一定会给你答案，你若无答案，你就选这个网站，台湾民政府的网站，一分钱给你，冇问题，你编一分钱来回答。你一个人一旦避患，1000个人有用呢，所以你不要小看13位呢，13位可以等于1000、12000人一样，就是说你问题，你在那受训。但后面还有四期啦，第二期、第三期、第四期、第五期，我们每隔2个礼拜就有一期了。当然，我也相信说下一届我相信 会比现在多1倍或者2倍的人，一定会。你若同学较好诶，那你也认为讲他孺子可教诶，可以的。啊，你买单讲你一边等于做开，你等于了，你去研究讲，哎、欸、呀，对，你有问题诶。力量提出来，那明仔有一个有一节时间叫做讨论课。这个讨论课，我这边跟人讨论讲，你今你这两天所听，你有感觉讲，哎、欸、啊，这几点有问题，你有这样讲吗？不然，你们告诉我问的问题，会比一般人的问题还要好，不一定。因为年轻啊，那种思维啊，那种创意啊，是无限制的，用惯是真多。我今日讲的这个，我不讲真深，很深的部分我不谈。我刚才讲简单，让你看得到。可比讲，现主席军队，中华民国的军队，那个 logo 拢已经取消，你知无 ？logo 就是讲，现主席所有的部队，陆军 logo、海军，还是坦克车，甚至于军人，底也不忘。那个帽子，那个灰啊，拢去掉啊！你看看，咱民进化用偌济时间嘞？
去每一个基地去考考评呢。行啊，无这个 logo， 从去年的七月一号到今年的六月三十号，美国政府下令中华民国的所有 logo 拢啊取消。拢七五嘞，你看，哎，我就歹看，那七五五名名有无？啊，迄个陆军啊，陆军的迄个叫直升机啊，迄陆军两个字还看得到有啊？你有看？啊，为什么要取消？为什么？民进党干多位了。啊，我们告他的理由是什么？中华民国实际上就是美国国务院所公布的恐怖组织啊。这个恐怖组织就是三个条件啊，第一，不是国家。中华民国不是国家，美国有宣布嘛，对不对？美国有宣布不是国家嘛，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蔡总统就好讲啊，第二，拥有武器，中华民国拥有武器啊，美国提供给他的，啊，你看国家都是武器啊。第三，叫人做兵，你刚刚看到美国啊，是迄个英国叫伊拉克人去做兵，有无？没有啊。美国人是台湾人的敌人，中华民国是台湾人的敌人，台湾人竟然去做中华民国的兵，这是矛盾的。什么时候台湾人去做兵？你敢知影？1949年12月是头一批人。中华民国当时是在台湾，1945年10月25号，迄天是叫做光复节，已经叫做啥？军事占领开始了。那一天其实叫做军事占领，美国军事占领台湾一刚开始啦，从1945年10月25号开始，军事占领到今天还没有结束。所以今天民进党就是要要求美国政府，你要把中华民国结束占领。所以咱家中华民国唔免对抗，咱对抗的是 USMP， 所以咱爱听美国在台协会抗议。欢迎一下，所以咱真安全啦。不管咱安怎讲、安怎乱，还是安怎上课，中华民国的部队唔敢对咱安怎。欢迎一下，各位。咱啊，吼，咱去 AIT 的时阵，这个查某的吼 ，AIT 的发言人叫做斐世莲。你看，你敢注意看，伊的手吼。咱这个正面，这个是咱的迄个啊，做咱的参议院的院长啊。咱民政府有参议院呢，咱民政府有国务总理呢，蔡先生呢，蔡总理呢。咱的参议院的院长，迄个陈清书还没有递出来之前哦，一看一递出来，他是笑眯眯的，六款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没有看过呢。所谓独派，所谓民进党，所谓人必去哦。伊不必甲伊见面嘞，但是甲咱民政府见面啦，现在伊真惊啊！咱的武器比较好嘞，啊那个，咱有官司啊，咱跟指控啊，控告美国啊，足惊咱嘞，这一步出来别说嘞。不过你看吼，这边仔就是蔡总理嘛吼，啊，咱这边无法叫做建国嘛，这边就是你们在明天、后天受完训吼，每一个人啊。有顺利节约，我拢上一次电，还是无你外口无电好卖，一天我500块诶，迄英国人替咱设计，干呐，咱这个民政府下面，那个帽子很好看的，夏天戴吼不热，冬天戴很温暖，我的好多建国帽，干呐，咱伫咱遮想诶，遮好啦。啊，这顶无办，所以对于咱这学生，咱听不懂，我们是真的是对所有的学生学员啊，特别照顾先啊，因为你们这一代是台湾人会当行出来的人，所以我也相信拢在座各位啊，虽然是头一届啦，但是我相信咱这人内底啊，会产生未来台湾真真正正的总统。就咱整体来讲，那是第一届。未来来这会产生那个国务总理。也许你今天会觉得说，家己感觉我靠，那个可怜，各位你有可怜。
因为现主是你得到的常识、知识，外口的人拢唔知影嘛，哪里呢？谁都没有办法从你第一届把你换掉，讲你变成第一百届。第一届永远是第一届，所以在座的各位都聪明的，聪明的分子。咱是一直在坚持，你来去受训，其实你来去受训哦。我本来我就计划讲，既然在水月园农场哦，那个迄个鸡仔嘛买好啊，我来想想讲伊哦，拢草莓族的。鸡仔若伫咧，我好紧哦，我旁边无就来多多。那想想啊，我们园艺课哦，可能要改在啊室内了。园艺课在室内怎么做？他都要老师去寻找嘛。意思就讲，各位哦，将来阿伯伯要唔要做兵哦？阿叔也免做兵，正面袂当叫咱做兵。啊，我中国一千多粒的飞弹向台湾，啊，不是足危险的吗？啊，这么危险的时候，佫叫台湾人免做兵？啊，奇怪，咱民政府讲卖买武器，啊，你是要将台湾送予中国吗？唔是啦。想来买武器，为什么？伊美国你爱做防务啦，这个土地是你占领，你要来保卫台湾呐。当然未清楚讲，美国当时从西班牙手上取得波多黎各、关岛、古巴甲菲律宾，啊，有人敢去啊怕去四个所在无？无啊，什么人你要保护？美国啊。今日台湾同款，你国保护中嘛，咱免买武器啦。你知 F-22， 你捌听过 F-22 是全世界上个厉害隐形式战斗机，拢总美国有165架，关岛有18架，但是关岛有18架，其中的15架煞来伫琉球、关塔那莫湾的基地，另外3架啊。你清田当的，你会记汉光演习无？汉光演习时阵，两个高速公路封锁，其中伫台南迄段无代志，报到真大。另外一段伫新店、新埔这段，一个干路啊，迄、那个鸭子跟鹅啊，迄瓜拢破，两边的玻璃拢破，为什么？因为 F-22， 你知 F-22 用到什么款的程度？4-5年前 ，F-22 头一摆派10架去日本，降落的时阵，下台跟迄 F-22 联络讲吼 ，F-22 驾驶员改讲吼，请协助我们降落。啊，你后来无消息，啊，刚降落的时阵吼，下台。那 F-22 的驾驶员说，我们第3架已经降落完成。他还说奇怪，我都没看，我荧幕上都没看了，走出去看看，看看啊，那个跑道上看，3架已经到位了，然后那个触电还有7架。所以日本啊，的军方啊，为了这个事吓一大跳，飞机在我的面头前降落，我的雷达看到。所以中国要打美国，还是要打台湾，门都没有。含宣布，因为宣布哦，伊把北京的出境哦，都已经叫 F-22 炸掉、炸光了。武力双方悬殊这么多，竟然敢抢枪？中国的陆军参谋部的部长叫做陈炳德。美国前方安排伫顶个月去看两个陆军的基地，一个海军的基地，一个空军的基地，看了面色清楚，准伊家己讲，伊讲哦，坦白讲，我们中国的军队跟美国的军队啊，至少相差20，边啊一个左立共，至少相差40。F-22 的比如说基地比较好，不然加什么？空军基地
无啦，迄、那个伫迄个关岛，哎，伫迄个夏威夷，夏威夷是个，夏威夷钓来伫迄、那个，钓来伫迄个啊做普天之间。所以呢，各位，美国甲中国双方的武力差这么远，会战争无？绝对袂战争，敢怕无？绝对袂怕。出台湾人有这么好的机会，会当来建立咱家己的国家。四百年来，台湾人唔捌建立家己的国家。我问你呢，什么人有看到历史讲台湾人有建立台湾的国家无？有无？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。好不容易好几摆有这个机会，那个各位就是好起来。虽然人数不多，但是大家将来的希望无穷。伊后日吼，我就我今日讲到这，因为我无想讲头一摆，咱学生哦，好谈诶，因为你过去那些知识、较常识、较一般，讲起来又比较薄弱，所以我不要讲得太难，所以我先讲到这里。今日多谢各位，也非常辛苦各位吼，啊，大家这样辛苦，啊，等下吼，休息的时候哎，要困以前哦，咱伫楼下有迄个叫煎炒，煎炒面哦，过到大家，啊，大家人去食食，吼，啊，再去。啊，明天早上呢，七点钟啊吃早餐，早饭，啊，迄个八点钟啊上课。啊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下课，谢谢。司令，李正，司令。他去讲，他去讲，洗澡，他有热水哈、哦，可以洗澡。对。那冰的话，可以加热热的开水，在那个做到时候，让它把那雨水冲的过去，加一下才会那么冰。